大连辽刺参啊，大连辽刺参来了，海参牙子和海参嘴给它抠下去，这个个头的哈，好不好？太好。晚不晚着？晚着。这些都是啊，这些都是，它这个大小不一样，东西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这样的品质哈，每一个都是这样，这还没发起来呢，这是刚初步加工的，这是。它这个还得需要蒸，是不是、啊？还得需要蒸啊！咱家的海参是蒸的，咱家的海参不是煮的。看看这底下这个吸盘是吧？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，密，特别密，这个吸盘，啊，这刺儿，啊，这是正经八百的底波，啊，底波参、辽刺参，都是这样的哈、啊。完了，蒸好了，我给你看看啥样的哈、啊。看这底图，这还不是算是发好的是吧，小二？有点发囊的哈。这一会儿就开始蒸了，这是底足多么密集哈！嗯，这面是吧？这个就是蒸好的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就是成品了，这样的就是成品了。看看他家这个参，这是大个头的哈，这是五六个的，就是一斤五六个头的，这属于大号的。这是比较大的啊，还有小号的啊。看这参，这里边这个肉筋，啊，这都是大粗筋 ，Q 弹哈，嘎嘎的啊，嘣嘣的。老公，你甩一个啊！甩一个，我拽一个都没有事儿。看，啊，嘎嘎的，这挨个都是嘣硬。Q 弹，就随便。Q 弹，啊，还有，不是，等等你。那个大哥告诉我说随便拽，拽都没有事儿。